お利口さんね。じゃあお母さん、ちょっとお願いね。今からあの中華ボサで行こう。お昼、うん、私なんか持ち帰りで食べようか。ああ、いい？お隣だよね。ドーナツ食べる。ドーナツ、中華でいい？何でもいいわ。わかった。大家好，我是悠悠。过两天马上要过那个中秋节了，我今天呢，让婆婆在家里帮我带一下孩子，然后去那物产店准备一点东西，特别是月饼。因为过节了嘛，不能回家，但是还是想有那种气氛。然后周末一家人在一起过中秋节。食べ頃ね。嗯，思佳，妈妈行くよ。あの家で爸の話聞いてな。ピンクやつ。ピンクの。これ？う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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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每次走大路去那个物产店就特别堵车，今天呢就找了个小路，稍微远点，但是不堵车的话时间是差不多。今天走小道，然后路上不堵，50分钟就到了。朋友们，马上过中秋节了，大家都是准备怎么过的呀？ Hello， 姐，开门了，你在干什？我是不是第一个顾客今天？是的。这都是那礼盒月饼是吗？对对，我是流心的，流心的。流心的呀。对，我非常好。有没有广式的呀？广式月饼在这儿，这边是吗？广式月饼，嗯嗯，这还有个香港的这个流心月饼。流心月饼，我先看看广式的哈。对，那是单品的。嗯，我想要那个叫什么豆沙的，没有的是吗？豆沙好像红豆沙，有绿豆的，红豆沙好像没有了。没有了吗？嗯，红豆沙有玫瑰冰沙的啊，这也很好吃。里面豆沙和黑芝麻进的是最多的，是吧？因为它是比较好卖的。对对对。然后去年是买的那个苏式的，因为我婆家人都是日本人嘛，他们吃不了，然后吃的说掉渣。吃苏式的就可以吧。苏式的掉渣呀，他们不吃啊。完了，我寻思今年换个口味给他们尝尝，这不过节了，月饼嘛。啊。是。啊，他们吃掉渣不得劲儿的意思。对对对对对。对，枣蓉真的挺好吃的，你选枣蓉口吗？那行，那我选点枣蓉的吧。我觉得豆沙的他们日本人应该吃的比较接近嘛。啊，对对对对对。脑海讲来，多萝卜脑海，什么吃给多萝卜脑。就是你看我们厅里哈，就准备没大都准备那个零食，嗯，小朋友就是自己背个小包到处走去拿，免费的，一假期能拿一个哈。嗨嗨嗨，就是也搞活动啊。哦，8月15啊。对，所以说日本这个阴历它也过，但是它不叫8月15而已啊。哦，我没生孩子就不给准备，每次这个日子都在那个，就是8月15，中国的8月15，就在我们那个门口摆上奥卡西。嗨嗨，小孩儿都大人领的，推车也好，骑车也好，都来拿，就是人都有露露的，一家拿一个是吧？那就行啊。嗯，搞好猫去了，也就是谈到戏了。嗯，我还第一次听到说日本也过那个8月15。流心月饼啊，这都是就算是月饼中的顶级了吧，很好吃吧啊。这几年的新款的。啊，这港式奶黄油月饼，这个对，那个是3800，这个是3200。6块是吗？对，都是6块啊。这个是那个顶级的，对吧？对，香港的这个就是顶级的哈。我还是第一次买这种月饼，我也没吃过。哦，是吗？嗯。3000几？3800啊。那行，那我来一盒吧。嗯，好，拿一盒吧。啊，老板娘人挺好，还说给我便宜300块钱。必须把中国的人情味给掺杂进去，那才叫中国节嘛。对，我就寻思哈，让婆家人他们尝尝吧。去年挺好。对，他们说那个苏式的他们吃不习惯，我就寻思咱们国内那好吃的月饼不多嘛，对不对？让他们什么都尝尝。吃流心月饼，他们一定能吃习惯。啊，能吃习惯。行。现在行个方便啊。嗯，想吃国货的时候就可以来你家看。试一下国货。真的，没回国的国人，大家肯定都挺想家的。哎呀，现在是真的想家了。基本上爱喝什么？爱喝那个露露。
本人。啊对呀、啊。不是经常也卖这个中国结呀。中间我还是不卖呀。啊，我缺中国人来都该下地。啊。这边就要买一个旺仔吧，过节了。这好多咱们中国的大料啊。但是我又不会做，然后呢，我觉得除了我之外，应该婆家人还有老公他们都不愿意吃。茶叶蛋，来一包试试。看到这个，好想我妈做的菜呀，特别愿意用这个王守义的十三香。已经有快四年没回家了。然后中秋节的话，就是应该是从我出社会，然后来日本。都十多年了，都没有在家里过过中秋节。买一包八角，然后买一包这个茶叶蛋，回家卤点茶叶蛋看看。姐，这皮蛋咋卖呀？皮蛋380。嗯，来一盒。然后这个米棒是我们家林江爱吃的。拿两包回去吧，应该是拎个小筐，现在东西放不下了，再换个大筐。这个是1000块钱的月饼哈，嗯，然后一共是8660。那好嘞，比较好啊，借你吉言。嗯，真的，咱俩都好，8660，真是。中秋节快乐啊！中秋节快乐，大家都是一样哈，对。从物产店出来，经过就在路上的空宾尼，现在去买点午饭。婆婆在家里带两个孩子也不容易。今天的天气是真好。婆婆喜欢吃意面。아리네주빛도공개당이아이지가공개당이네응사실제가요리가오도못당이야응그래서했을때이마저도고향지간다해서절대마츠가안도못해야겠다대체네대체대체약파리약파리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啦。最后，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英文小单词，就是秋卡布桑德，秋卡布桑德就是中华中国物产店。朋友们，马上过节了，大家都准备了月饼吗？好啦，我们下期见，拜拜。思佳，告诉大家你在干什么？卡瓦木伊的诺。中国话呢？ルビー。新の月みたい。お母さんねパスタ好きやな。パスタ好きだね。那就吃呗。